那小纸条那些的，别，往下看，这写着郭麒麟，郭麒麟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要哦，这不能读着呀，别瞎念，你知道吗？讨厌。嗯，其实来说，我们上了台，大伙儿这么热情，我没想到。还真是。因为什么呀？嗯，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那您的名气很大呀。大伙儿太捧了。他们要给你生猴子。给你生猩猩去啊！人说清人要生孩子，嗯，当然了，你说我们哥俩站在这儿，大家来这么多人听，嗯，是捧我们这一场买卖吗？是吗？不是啊，您是捧德云社的金字招牌，那也是你们家的买卖呀。对，咱们话你别说的这么直白，对吧？那冠冕堂皇，就是给你们家送钱来了。啊啊啊啊！咱们一定要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。哎，行，可以了。别老瞎说。嗯啊，其实来说，最近呢，我为了演出呢，做出的这个改变也挺大的。你上泰国做手术了啊？我怎么我演什么去？我有男的要给你生孩子吗？那倒别介了啊，主要是这个可能最近也是瘦了，瘦了不少啊。当然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最近海洛因便宜了。嗯，我一想也是，你爸一人抽不了，也是。对对对。没有，别瞎说啊！没有那么些个邪的歪的，哎，就是踏踏实实的，合理的饮食，合理的运动，啊，对吗？你说今天来到武汉演出，心里特别高兴，为什么呀？都说这个武汉的观众啊，嗯，特别的懂相声，对，真的啊，我看看今天大伙儿热情不热情，要热情的话，我们以后打算在这儿也开一家分社，你说怎么样？你先等会儿。你们鼓什么掌啊？他还没继位呢，他没事没事。你们家这买卖你说了算吗？你现在冲大家这么热情，回北京我就买砒霜去。哎呦嚯！嗯，就行了，行吧，可以吗？你呀，你好不了了，你啊，行也是，这买卖都是你的了，就。我要当了皇上，我就封你为太子，好吗？听话吗？太子都应该掐死，知道吗？那倒不至于，我们还有一老二呢，这个。我呀，说实在，我跟贺翔，我这个师哥，我们在一块儿演出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嗯，真的，一上台，你说大伙儿还这么热情啊，尤其来说大伙儿这么捧我，其实我真没有什么能力。您还可以，不如头来这两个哦，张鹤伦啊，一个叫张鹤伦，一个叫郎鹤炎，嚯，嗯，人家太火了，是吗？演得多好啊。嗯，其实我更喜欢桌子里头这个，郎鹤炎，哎，长得跟个小冬瓜似的，这个，嗨，是吧？什么形象？他好，嗯。而且名字起的也好，嗯，叫郎鹤炎，对，炎字怎么写呀？上面一火，底一虎，哦，什么意思呀？命中缺火，就是郎鹤炎这辈子火不了，就是。那这么说，张鹤伦借着他这俩火，他自己就火了。嗯，他是羊肉串的。嗯，缺火。啊，我叫郭麒麟，艺名是神兽麒麟，啊，本名呢是奇妙的奇，森林的林。嗯，这林俩木，什么意思呀？嗯。缺木，哦，这么来的。哎，嗯，他叫严鹤祥，是本名叫严鑫。嗯，哪个鑫？三个金。对，缺什么呢？啊，缺心，你知道吗？您先等会儿，缺心眼儿啊？不，缺金，缺金。嗯，都有一缺啊。名字只是一个代号。对，大伙儿更喜欢能够看见你的演出啊，对吗？我们俩演出，你看拿我来说，我这叫子承父业。对对，因为我父亲的名气在相声界比我要大。于谦老师，观众都知道。你怎么？我听这反应，好像武汉的观众不知道这事儿是吗？不，北京的观众也不知道。就别往长江那边传了，就知道。行了。什么呀？就让你胡说八道来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谁呀？谁呀？不是他。哎嗨嗨。什么观众？这就是，我行可以了，不，于小宝，哎，这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我身份证写这名，你敢给观众们看看吗？我不没有身份证，他头发都拉直了啊！我怎么了我？嗯，我跟于老师差的不一样，我们俩一看面相就长得不一样。孩子还不知道呢，你们啊太讨厌，我们不来开分社了，真是。他们都是见证人，都是没有。于谦老师不是我的父亲 啊，他是我的生父师父。您差点把实话说出来。我说出来了吗？您说生父，我的师父 啊于谦老师。
我的父亲呢是于谦老师身后的男人，啊。不是，您说这白天还是晚上？都是晚上啊。都是晚上啊？没听说过。不是，什么叫身后的男人？晚上于谦老师先出来，我父亲跟随在他的身后。哦，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。哦，郭老师。哎，今天跟我合作演出的阎鹤祥，嗯，他的身份也不简单。我呢，他的祖父是郭德纲先生。对，我还是太子，我真的，我行行行，没想到在武汉我们爷俩重逢了。没听说过，没有啊，我祖父不是郭德纲啊，不是个说相声，你看人是于谦，那不还是他们家的吗？也行啊，没听说过，也行。这么说，我没有，我们家没有说相声的啊，嗯，我们家都是正经人，我告诉你。你看你这人说话可能嘴就是厉害一点，嗯，但是我们都不往心里去。哎，为什么这人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就是臭嘴不臭心啊，嗯，明白吗？他可能嘴说话厉害一点。什么叫嘴臭啊？就是说他的口腔里头有异味。你闻见了是怎么着？不是从胃里头往上反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谁臭嘴啊？我这是夸你吗？心直口快，快人快语啊，这是一个好人。哎，尤其这个人啊，特别的有勇气。什么勇气？从他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什么呀？这个人喝翔，真的。我看谁鼓掌呢？我看你，反正鼓掌你们都是喝过的。我没听说过，讨厌的。像话吗？有这么解释的吗？你不叫阎鹤祥吗？阎鹤祥啊，我喝也是你爸喝不了呢，都是我爸生产的。哎，对，你妈缺德的拉稀的。你叫什么？阎鹤祥。哎，阎鹤好。嗯，真的啊，因为我们哥俩在一块合作四年，嗯，实际上呢关系打小就打下了。哦，小时候就认识。可不嘛，嗯，我们哥俩是发小。我是不是太贪长了？我是不是什么贪长？咱俩这形象是发小啊。对，不年龄可能差得远一点。哦，小时候都住得很近。是，都在一条街。哦，那时候总上他们家玩去。对啊，小时候老北京有句话嘛，啊，说哥俩好。怎么好啊？光着屁股跑到大的交情。哎，有这么说的。这在我们哥俩身上那是真事儿。是，我们哥俩小时候不懂事，就光屁股满街跑。啊，那年我六岁，他21。对，我后来因为这个劳教了3年嘛。对，我是流氓，我是追不上你。没听说过啊，21了不能那样了。天真嘛，太天真了。关系好。嗯，对，就想拿个比喻来形容啊。您可以这么说，行吧？啊，什么交情啊？嗯，撒尿和泥的交情。哦，这话怎么讲啊？我撒尿，他和泥，是吧？哎，我给他们家糊一套餐具嘛，后来一回没用过，你这用到固定总动盘上了。去你的吧！他爸爸拿这喝汤，你知道吗？就咱哥俩好，你能别开玩笑了吗？您这个比喻太过分了。那再举个例子啊，好比说吧，我有朋友送我一颗人参啊。长白山野山参，嚯，拿秤一腰4斤来沉。哎呦，我不吃啊，给我哥阎鹤祥送家去。兄弟，这萝卜你哥一顿也吃不了啊。什么人参4斤多呀？也是，你人家不在乎这个。您这心我领了，明白我这心意啊。人家你要说吃个人参，吃个什么那个鱼翅，家里有钱想买就买。嗯，人家里太有钱了。那没你们家有钱。跟人比不了，我们家钱都是好来的，都是。我们家也都好来的。嗯，我跟您一比，小巫见大巫啊。哇，真的，你在武汉可能知道你的人少一点。嗯，在北京要说他呢，他赫赫扬名啊，有点小名气。但有钱，家里太有钱了。是吗？人家家，我们家在北京生活怎么着？那算北漂，那算漂的不错的啊。人家那是彻彻底底的老北京。哎，北京人，对吧？啊，家里有族谱。哦，家谱啊，上面都记载着了。嗯，老严家10000年前就住在北京，知道吧？这个周口店有一个北京人，那头骨知道吧？那是他姥爷。没听说过，谁告诉您的？你姥姥说的呀？去你的吧！怎么？周口店的头骨那不是我姥爷？那是谁？我不认识的，我知道是谁。我管的是谁呢？我不是那到底住没住这么长？我们家在北京就100多年。好几万年受了。你这么一说那合理了。哎，我还琢磨呢，我说老严家在北京住了10000多年，怎么才刚繁衍3代啊？我们家过于的繁衍都缓慢了。100多年。哎，
代代都是英才，这可不敢当。出了好几位圣人啊，还出过圣人。哎，咱们中国圣人最多，您给介绍一下。你比如说孔子啊，文圣，嚯，关云长啊，武圣，哎呦，陆羽啊，茶圣，嘿，杜甫啊，诗圣，嚯，阎鹤祥，我狗圣，狗，你呀，我咬你，我咬我干嘛？我不是圣人。就您也很了不起，哎，您可以这么说。但是您再了不起，没有你父亲了不起，啊，这话怎么讲？嘿，你看看，啊，阎鹤祥这人要说有点能力，源于家庭的熏陶。哦，这倒是。书香门第，对对吗？啊，全家老小全是知识分子。您说清楚了啊，嗯，知识分子还是吃屎分子？不是，我老联想那喝香，你问问吧，知识。知识，知识，这好吗？啊，知识分子，哎，特别的有文化啊。拿您父亲来说，嗯，阎鹤祥的父亲啊，詹姆斯先生，整不？您先等一会儿，这都不像话。我姓阎，我爸姓詹姆斯啊。你叫这名儿那多好啊！你姓郭，你爸姓约翰，你乐意吗？你不是约翰，不是您母亲的名字吗？那是你妈的名字。有女同志叫约翰的吗？这？这个名儿约点别的不好吗？这多开心！去你的吧！那到底叫什么？我爸也姓严，不是他当年上国外留学，嗯，起个外国名字叫詹姆斯。那回来就改回来吧。严先生，啊，严老先生太了不起了，嗯，一代儒商，啊，就是有学问，对，嗯，不光有钱，嗯，还有文化，是这样的人不多见。哎，人家家具体有多少钱啊？啊，具体数目咱不知道，嚯，咱就拿房产衡量，嗯。他们家在北京，嗯，有四合院儿，啊，这还真有。现在这物价，一个四合院卖十来个亿，在北京真这价，跟您怎么比？好几个。这也是北京房价炒的呀，对吗？嗯，你说得趁多少身份证？是没听说过。哎，在北京那大四合院，三四千平，啊，人家家一个人的，对对吗？地理位置也好，嗯，北京二环一里有个地名叫鼓楼，您听听，往西1000公里。这大院在后海啊，您说那是青海，鼓楼往西1000公里，好，我们家骑车一会儿都到阿富汗了都。你不是加油方便吗？没听说过，往西就1公里，1公里，大院子，哎，住去吧，嗯，不住，干嘛不住啊？不住，嘿，人的城里的雾霾也不行，哦，环境不好。对，人都住那个青海那边去。好，这边这房四合院里头的房啊屋全扒了，干嘛呀？不要，改成停车场。好，太土豪了，这你有钱不有钱啊？改停车场，嗯，里头行的全是一水的豪车啊。什么车呀？全是那个，你像什么法拉利呀，豪车，兰博基尼呀，哎呦，什么迈凯伦啊，都是贵的。什么阿斯顿马丁，就这车啊。要说法拉利，嗯，我们家没钱买啊。我要不上人家串门，我都坐不起法拉利。我们家有一辆，坐过他爸爸开那个。嗯，他爸，我坐他爸爸边上。嗯，啊，开那车，要说这车贵，它有道理啊，提速特别快，是，而且推背感很强。啊最重要的是法拉利这种 SUV 啊，它设计的，它这个视野，你先等，您先等，嗨嗨嗨，哎，您先别说了，您冲说这话，您就不懂车。我懂啊，法拉利。啊，法拉利什么时候出款？哦，这也难怪，他跟他爸看什么车都像 SUV。像话吗？你，我能不知道那是跑车吗？那怎么 SUV 了呢？我谢谢你，跑车底盘太低呀。哦，你出去过个减速带，刚刚托底了，谁救你去？哦，您说改装了？对呀，嗯，再把这个悬挂给调高了，嗯，弄了一个7米的悬挂啊。这过天桥不得磕死吗？这个过天桥得下来啊。没听说过，有半米就行了。弄一好车开着，嗯，好房住着。哎，你说这玩意儿谁跟人比？反正环境是不错。穿的衣服啊，太趁钱了。您给说说，穿什么衣服？嗯，皮草。哦，就是拿这个动物皮毛做的。有钱不有钱？有钱。皮草啊，他爸穿这一身啊，嗯，就这大衣啊，貂的。哦，水貂做的。裤子，嗯，貂的。嘿。鞋，嗯，貂的，哎呦，帽子啊，貂的，围脖，貂的，口罩，貂的，眼镜，貂的，这不是我爸，这就一只貂，这个，
我爸爸呢？藏里头了？没听说过。藏里头啊？哦，他们还跟着答应。你们都见过我爸爸是怎么着呢？这怎么没见过？老看动物世界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穿这多好啊！穿这个，就有钱人都这么捯饬啊？体验生活呀、啊？体验貂的生活。对啊，每天穿着这身衣服啊，嗯，准时准点，早晨九点，上午九点，啊，招摇过市，留神打猎的啊。嗯，穿这身衣服得让大伙儿瞧瞧自己多有钱。有钱都这样啊？嗯、老爷子穿的整齐了，一出门，嗯，好家伙，整个胡同都轰动了，是吗？那孩子们一个个七八岁那小孩，嗯。都跟着后边跑，哎呦，他爸爸头里走，嗯，后面那孩子一个个全光着膀子啊，穿个小裤衩，吃着冰棍，哎呀，这是夏天啊，您等会儿吧，六月三伏，我爸这么捯饬出去，不得热死啊？有钱啊，有钱不能作践自己，有钱有钱就得这么显摆，哎呀，知道吗？平时手里拄根拐棍啊，不是说腿脚不行，就拄根棍哦，要这派头，有身份啊，这棍叼的，对，叼的。这也不是拿什么做的，这、啊、对你看看你多有钱吧，啊，有钱吗？有钱，再有钱啊，没有用，怎么没用啊？真的啊，这点可能现在好多这种家庭可能都有这种问题。什么问题、啊？空有万贯的家财啊，找不到一个好的继承人。您说这是你们家吧？这是您知道吗？我们家怎么了？怎么什么叫有万贯家财没有继承人啊？我那就是你爸爸，虽然有这么多钱啊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他儿子是一个傻子的事实。您这是骂我呢是吗？谁是傻子呀？你看看你才傻子呢！我跟你说，我怎么他把钥匙胎是因为头一个有残疾，您知道吗？你谁信谁信？你看都鼓掌了都。我刚想夸一下大家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谣言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谣言？我谁是傻子呀？谣言止于智者。我就让大伙知道是你。啊，你说你这没问题。对了，开玩笑。谁有问题？哎，咱俩摆在一块儿啊。嗯。如果说同时给咱俩做一开颅，就给你做就行了，不用给我做。不是，咱是举例子啊。啊。把这天灵盖起开了。啊，你的苍蝇就来了。没有什么苍蝇。嗯。看我这大脑。啊。跟爱因斯坦一模一样，知道吧？都成化石了呗，就是、对、啊、我这大脑好，你就看上面的那个沟壑，嗯，哎呀，深的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嗯，一道挨一道，一道挨一道，一道挨一道。呵，你这个打开了，里头只有一碗热干面。对，没听说过，什么形容词儿？全是麻酱。行了，都降住了。您甭说那个，我脑子有问题是吗？太对了。当着武汉的观众，您考考我。你看你还着急了，你废话，您气的这是不是？我建议你别鲁莽。什么鲁莽、啊、你没那个实力、啊、有这实力。上学的时候就你最次。我上学怎么了？咱俩不同班同学吗？我蹲多少班我跟你同学呀？学相声。哦，学相声是同学对吗？嗯，当时咱们班主任是于谦，于老师啊。对呀、啊、于老师最恨的就是你。他喜欢谁呀、啊、最喜欢我。废话，他是你亲爹那是。于老师的苦衷谁又知道，对不对？这就别录了，这都别录、啊、他们都知道。胡说八道，你这人我都懒得跟你解释啊。你压根儿也不是啊。你还是太单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一早起来先得念花名册，就是名单吗？对啊，先得念我们名字。哎，第一个就是我。嚯，因为我爸爸是校长、哦、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个儿还坐第一个呢、嗯、我坐最后一排、嗯、大概啊，郭麒麟蹭了我都站起来了。老师好，老师您又帅了，老师，老师您头哪儿烫的？吃早点了吗？我给您买早点去。你说完这话，给我师傅乐的，这个孩子太可爱了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呀、啊！我认你当我干爹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好吧，这于谦脑子有问题，让我坐上头。嗯，接着念吧。啊，第二个严鹤祥，他站起来，老师好。哎，这，你看我跟丧尸似的。你转过去，转过去，对，别让我看见你，脸冲着墙，就这样，别动啊，别动啊。不是于谦看我一眼怀孕了是怎么着呢？我就那么恶心。生化武器没听说过，你知道吗？您甭说那个，知道吧？我没毛病啊。怎么没毛病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来，你考考我，咱俩 PK 一下，正经考考，看谁智力有问题。行，什么玩意儿你？你不说你脑子没问题吗？对了，这样咱从简单的考起，可以啊，好吗？啊，咱来一回这个学话，你敢学吗？学中国话，学外国话 ，Chinese。
中国话是吗？对，没问题，行吗？学话吗？这有什么呀？咱也甭，你要说我说什么，你说什么，太难了。这样，就我说一句话，你学出这句话的第一个字儿，咱们就可以，好吗？您这不是考傻子呢吗？这不是？可不嘛，你看看才明白。你行行行行，你是来来来来了啊！你说三千句我也错不了啊！开始啊啊！今天给大家演出，金心里十分高兴。心，我儿子是谁？我，还是行。乐什么早？脑子还就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咱不带这样的啊，还脑子还是可以。什么玩意儿你啊，占便宜是吗？你怎么样？不能这样。那怎么样？出点好题的。出点好题。考智力那个。来回智力测验。可以啊。这是你要求的是吧？啊，你先说的啊。那这样咱简单来一个好吗？咱来一个脑弯急转筋。好，我把嘴里那袜子先掏出来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什么叫脑弯急转筋啊？智力测验吗？那叫弯转脑弯急。怎么说？脑筋急转弯。哎，对，脑筋急转弯，你来一个，转一弯，来呀，好吧，嗯，来一个啊，嗯，简简单单考你，说什么东西呀？啊，非驴非马，这太简单了，骡子，骡子，太着急，你再想想，不用想，就是骡子，驴跟马杂交的骡子，不对，没错，不，骡子是似驴像马，我说。非驴非马，那我不知道，您告诉我。不知道了啊，承认脑子不行了吧？啊，您说说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。说什么东西非驴非马？什么呀？树懒。为什么是树懒啊？树懒是驴吗？不是。是马吗？也不是。非驴非马。对。不是这我要说大象呢？你说呀，和除了骡子什么都对是吗？只有一个错误答案让你赶上了。没听说过。你说拖鞋我都算你对。没听说一道题就一个错误答案呢。正确率高达99.999%，你说，你还敢说吗？你还敢猜啊？你再来一个。我天哪，你来这个，来这试试啊。嗯，国民男友。您是他花钱雇来的吗？您是打什么？张国荣的一首歌，我什么乱七八糟？你看挺好，怎么样？一下都马上我这档次就提升上去了。您来有档次的，什么国民男友？您亏心吗？我亏心。再来别的啊，嗯，说一这个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听着啊，这可难了，这是美国 FBI 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收费站嘛，就是。你去过美国吗？高速那是哦，那是 ETC 的，叫 ETC 啊、嗯、，FBI， 联邦调查局。我知道，就是国外警察局吗？对啊，他们那入门考试猜的题。嚯，行吗？啊，您来一个，我看这可以吗？啊，我听听，听这个啊。啊，说奥特曼，嗯，打一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奥特曼，开始。打一德云社的相声，这我猜不着。完了，哎，猜不着什么，没关系，这个象征性的挣扎都不随便猜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告诉我啊，刚你记住了啊？嗯，说奥特曼打一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什么呀？打死了。奥特曼打一个相声演员是吧？那还不打死呢？您这玩意儿拿我们当怪兽了都。行，哎，行，就问你行不行？什么行不行啊？难不难 ？FBI 这都是。这是 FBI 啊 ！FBI， 您要这题，我给您出一个，好吗？出一什么？我给您出一个北京朝阳群众猜的题啊。这一看，这听就是缉毒题，这也。听我这个啊，来，听我这个，嗯，考考你这个智商怎么样啊？看看。你现在问我，问你现在问我，你是老虎吗？你问我。朝阳群众就问这问题、啊、你问我你是老虎吗、啊、你是老虎吗？我是老虎、嗯、你再问我你是企鹅吗？你是企鹅吗？我告诉你我是老虎了，我都弱智整个一个，我多余问你，我告诉你废话，还你是老虎，你是人，你还是老虎呢，你这人就这智商还跟我考呢？就这题啊？对了，你听我，有的是。我嗯，来这个啊，
扛一下生物问题行不行？啊，生物可以啊。生物可以啊。我是老虎啊，不是，不考这个，啊，没问题。这个蜘蛛你见过吗？我见过蜘蛛。蜘蛛几条腿？蜘蛛八条腿啊。这是条件啊。嗯，听好了，说树上有一只蜘蛛，嗯，这个蜘蛛被一阵大风刮在地上，还剩几条腿？还剩八条腿啊。不对啊，还剩七条腿。为什么呀？有一条腿捂着胸口。哎呀，吓死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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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题多荒诞，我跟你说。怎么样？哎，好不好？动物题是吗？对，我再给你出一个。什么？是我问你啊。嗯，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？没有，没有这个动物。没有，有，就有一种动物特别爱问为什么。人？不是人。不知道吧？是的。告诉你啊，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？什么呀？猪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咱再来一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说世界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我不用说了，就这题是吧？对了，你看我玩不死你的啊！你看，听这个啊，嗯，咱来一回逻辑分析题好吗？你还有逻辑呢？我太有逻辑了。你来这个，句句都是逻辑啊！我听听，听这个啊，嗯。还有这么一棵树，嗯，在这个树的树枝上，嗯，一共它有七根树枝，嗯，其中一根树枝上，嗯，落着十只鸟。哦，树上落着十只鸟。十只鸟啊，这是条件啊，嗯，十只鸟，嗯，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就是啊，嗯，有一个猎人拿过猎枪，啪，打死一只，嗯，问还剩几只鸟？一只都没了。为什么呀？吓跑了。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不对，你说多少只？还剩十只。怎么会还剩十只呢？我刚才告诉你了啊，有一棵树，嗯，这树枝上落着十只鸟。对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都记住了？我拿绳儿给记住了。我，你打死他，他倒吊着也是十只啊。好好好，行，咱俩今儿跟动物干上了是吧？哎，你就是你，我不，我跟动物。咱再来一个啊，嗯，再来一个啊，听这个啊，还有动物。就这道题你知道答案你都不敢说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我怎么不敢听着啊？问你啊，说呀。龟兔赛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那个童话。嗯，龟兔赛跑，王八当裁判，你说谁赢了？你赢了。没听说。多谢谢啊。我说出来我不成王八了吧？我行行，咱这都丢人丢到家了都。你讨厌咱考智力就这题是吗？当然不行。真说那个，咱说点那个有逻辑考智商真正那个题，优秀的题。对呀，那优秀的题咱就不能这么简单的做。那您的意思呢？咱得挂点赌注。赌什么呀？嗯，咱们哥俩关系这么好啊，别赌点那个太贵重的。您的意思呢？赌一个每个人都有的。什么呀？赌一只眼。哎啊，怎么赌一只眼啊？哎，好比说我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，你没猜上来，嗯，你输了啊，我拿你一只眼，还有喊好的还有，这扣我一只眼，哎，扣你一只眼，我赢了呢，还给你，还，什么？那管什么用？你还我也安不回去了也。你行了，你现在360度全景你都能看了，你现在你知道吧？您拿我当监控了？你想看哪儿你看。咱就赌点钱就完了，赌点钱，哎，赌多少钱合适？这十块钱。十块钱，哎，好好好，来一回啊，就这个了。您说这个，听着啊，我听听、啊。这太难了啊、嗯！说听好了，嗯，咱别说动物了、啊，不说动物、嗯，听这个啊，嗯，说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间，当间像两头。对了，这不绕口令吗？这不是？就这个，这是题。这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你告诉我。不知道啊、嗯，告诉你记住了。这个说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间，当间像两头。这是一个罗锅举俩窝头。你看看这多形象，你看看，你看。这就十块钱是吗？行吗？你还敢说吗？你还敢猜吗？你敢说我就敢猜。敢猜我就敢说。你说说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间，当间像两头。一罗锅举俩窝头。不对，这是一兔子举俩灯泡。对。你还敢说吗？你还敢猜吗？你敢说我就敢猜。敢猜我敢说。你说说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间，当间像两头。一罗锅举俩窝头，一兔子顶俩灯泡。全不对，这是你爸爸举俩王八。还是动物、啊。